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racy 淑芳，今天我要分享钱包开运法，财神入财箱。我们现在要准备168元，我是马来西亚人，就是我用马币。如果你是新加坡，可以用新币；你在中国可以用人民币；你在台湾可以用台币。然后准备一个红包封，新的红包封也可以，长辈给你的也可以，然后上面的寓意也行，如果有这样子的聚财聚福是最好的啦。如果说普通人家讲168太多了，我可以用其他来代替吗？可以，你可以用16.8啊，它的寓意是一六发，就是这个钱母放去我们的红包封里面，红包封放了过后，我们就要放进去我们的钱包里面。这个钱母是不要用的，就放在我们的钱包。钱包就是财神的财箱，现代的财神就是我们的现钱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财神呐。放进去我们的那个红包封里面，就放去我们的财箱，这个就是财神入财箱。有了这个钱母放进去我们的财箱里面，那钱包里面，然后这个是不要用的哦。即使是你的钱包是空空如也，没钱，甚至是每个月都是空的，然后这个钱母你也不要用，因为它会吸引更多现代财神进入财箱，它会让你关关难过关关过，也不会断缺你生活的生活费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哦，有3个月时间你就可以感觉到不一样哦。以上就分享了财神入财箱钱包开运法，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评论区评论给我。祝大家风生水起好运到，我是翠喜淑芳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